下来要唱的歌是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，叫做张震岳。然后他有一张专辑叫做《我叫海牙古墓》，然后里面有一首歌叫做《抱着你》，想要分享给大家。那就开始咯，抱着你。如果明天看不见太阳，这个世界会变得怎样？在最后这一刻，让我紧紧抱你，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抱着你。如果生命过去是无常，我愿坦然面对而不慌，有你在我身旁，有你给我力量，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抱着你。